哎呀，美女，干嘛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门呀？刚他们在笑话你。谁笑我？谁笑我？你小点声，你那么大声音，整个广场都听见了。起来。哎呀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门呀？多丢人哟！我都180多斤了，肚子也大，胯宽腿粗的，有的穿就不错了。哎，刚好啊，我这包里面还套我上周同款，要不然拿去试一下。你是不是为了看我笑话呀？你那么瘦，同款我哪能穿啊？我这套衣服啊是大码女王店买的，而且最大码可以穿200斤，弹力送你要的，可舒服了。真的假的？是我的码？是啊。那行，你给我看着点人，我试试啊。哦，好。我没想到啊，你这么瘦能穿，我180斤也一样能穿，大肚子都给我遮起来了，而且还有这么大的弹力，穿着一点都不勒，主要是面料也冰冰凉凉的。那你再搭配一个上衣会更好看。好好好。天哪，没想到这个上衣也有弹力，而且穿上以后又显腰身又显瘦，这样看我还像180斤吗？看不出来，你穿这套衣服啊真好看，以后啊就这么打扮。好好好，那你这套在哪里买，贵不贵啊？不贵呀，我呀就在左上角那个直播间里面买的，才59.9元，这么便宜啊？还在直播，你可以去看看。那行，谢谢啊。